哎呦呦，嗨 ，Hello，Hello， 啊，你这是他的外套是吗？对，谢谢。没事。哦，我上去换个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非要给玲玲拿热水吗？铁汉柔情啊，对。哎，我还说给你倒热水呢，手杯呢，在这儿。谢谢。要不要这个？什么东西在这儿？你不是冷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好嘞，感谢。又喝了两杯红糖姜茶。你想吃啥呀？你饿不饿？我不饿哎，你饿吗？你要是想吃的话，就下馄饨。好，可以啊。那行，那就下了。好。谢谢。真能干啊。喝了吗？啊，我在这喝。我要尝一个，看熟没熟。我给你，你要勺吗？你拿了，拿了就行。我要。有点烫，慢点吃。嗨，嗨，哎呦，给大家带晚餐，台湾菜。早说嘛！啊，我先上学。啊，你先上去放东西吧。你把星星他们叫下来吧，他们可能也会。哦，对啊。他们都在对吧？嗯，都在。行。这是，哎呀。哎呀。哎呀。嗨。上去啊，换东西。不好意思看。拧的好用劲儿啊。漂亮回来这次连鞋都没脱就上楼了，匆匆逃上楼上，得快点上来。你看，哟哟呵，怎么样？今天出去了？对呀。做好明天去跳伞的准备了。很慌。慌，不要怕，你背后有人的。俊良现在把那个扣解开之后，俊良现在的状态好了。嗯，弟弟到处安慰这些哥们。哎，昨天不是我拍了拍立得，我问一下。对呀，你去拍吧，我在下面贴呢。七七拍的吗？我今天又买了100张贴纸，是吗？啊，可以随便玩。有人科普过帕利德甩确实有用吗？它只是心理作用吗？什么心理作用？你甩是心理作用？甩是心理作用。握会更好，你手就是这样。我试一下握去。因为它是热，我感觉是，应该是它是热度。就直接放上就行了，是吧？玲玲一定要主动说话，要把那个僵局打破。我还没在这儿合过照。嗯哼，那张呢？哦，我照片没发给你吧？没有，你手机拍的哈。嗯。哦。这个啊，
哎呀，多美！看火了吧？又开始顽皮了。这个要吧？要你。这个要吗？都要。头发还是这样。嗯，对。我们还换了个人是吧？这两天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了，没了。可以，可以。我来拍照了，七七。拍照吧，展示一下你的技术好不好？我带了这个，可以一起拍。我还算是一个合格的那个模特不？你看我有这个。没理我。不想接。我有这个，真的很绝。哦，真的耶，直接没电了，对不起哦。哦，你这是胶最最老的那种胶卷吗？那这不是胶卷，这是 CCD。我也有胶卷，这个是电子的，胶卷是直接洗出来嘛。这咋拍啊？我有电池，我再换一个。但不是这个拍出来是啥时候能？立马就能了，我今晚就能给你这个。哎，为这是什么原理啊？这个是给你看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哦。嗯。因为它里面有内存卡。哦。送你开好，能本能赢。好好好。我拿了充电器，充五分钟就好了。我智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。关键我感受到了。我再拍两张去。你把碗给我吧。没事，我洗了。你别洗了，你今天又没有穿洗的衣服。我压力好大，我真。那我上去了。你上去吧。我去休息一下。